来到摩台文旦园，几树拢泡伫水内面，一粒一粒的文旦铺伫水面上，流到边仔的水沟，无淹水的文旦嘛拢互风雨拍着，落落涂骹。掰开了后，鸡肉拢烂去，无法度搁买，收购损失两成。掉下来的这油啊吼，这是全部拢爱弹掉去啊！即马看会到的是落个顶头，啊像做水起来吼，去互水流掉去的吼，流的水高去的，哎不计其数啊！那唯一有影响就是说，因为风大的时候，他们果跟果，然后树枝跟树枝这个碰撞劈丑的话，其实它不影响到我们那个它的口感。果农出动抽水机抽水，就惊过树会卡过淡，落果更加严重。镜头转到桂林，几十天地当采收的石茄，被风台扫掉了后，烂的烂，浸水的浸水，受损至少五成。机制是啦，啊，迄个影响后壁的生长啊，拢看天食饭。哦，你也看像拄啊要进入采收的时间尔，就风台落来啊。看天食饭，盼望政府会当多多斗三工。立委陈廷辉、郭国文嘛拢前往会勘，了解农作物损失的状况，第一时间向中央争取到各类农作物全面财损补助。咱所有的农作物吼，无论是淹水的、淹地，这一个树根淹地水的，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再有生长的一个状况哦。农业部已经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，全品项不经会勘的，给予现金补助啊、哦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予以肯定。后面会影响到成长的部分，要如何认定天然灾害补助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去正视。风台过后，予大家叫苦连天。高雄除了祈求风台卖过来呀，也希望政府有更周全的政策，帮助因渡过难关。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。